大家好，今天有幸给大家介绍一款由闯王公司生产的这个自助投币刷卡一体机。这个机器呢和我们之前做的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它这个又可以出热水又可以出凉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板的提示，这个是泡沫、清水、热水，它是三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机器呢，你可以使用凉水也可以使用热水，然后这个泡沫功能也是带的有的。这个机器呢，它的外形结构是和我们之前的冷水自助机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放咱们枪绳的地方，我们这个已经去掉了，这个是15米的枪。然后整个机身是喷塑的，然后就是防雨，不会生锈。然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刷卡。刷卡呢，就是我们用的这种消费卡。消费卡的话，这有个刷卡处，直接在上面刷一下就可以了。你看一下，您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有显示总金额和使用金额，就是说我们使用多少，它会显示多少。这个是它的一个刷卡的功能。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它这个投币功能。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热水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水呢，我们只需要拨到这个热水档位，热水档位之后，然后就是我们正常开枪就会出热水。我们看一下，这个和我们的冷水是一样的，开枪它泵自动工作，然后关枪它会停止。这个加热，什么是热水，什么是凉水，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待会儿我们看一下，我们内部有一个测温装置，让你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水的整体温度。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个演示，这是一个热水。不过现在我们也能看到有热气啊。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消费的金额，就是说这个它一分钟使用多少费用，这个都可以进行自行调试的。好，我们大概看一下现在的目前的一个。这是咱们机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装了一套极热式的加热系统。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个测温，它的目前的温度。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达到10度左右，这个水温是可以自行调节的，就是说。根据我们的需求，这个水温我们想出多少度是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上面因为都有一个调节温度的一个设定按钮，我们可以看到这水温出来的，现在最上边那个是将近50度，这个它是热水到冷水到热水大概是在15秒钟那样子。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泡沫功能。这个清水我们就不必演示，清水和热水的区别就是咱们的清水是冷水。
好，我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泡沫功能。这个枪头是可以调整这个水柱的形状，要么是柱状，要么是这种雾状。看到已经有泡沫了，这个因为咱们的管道比较长，这个15米，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大概是需要10秒的延时。啊，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泡沫功能。下面呢，我们再最后再演示一下咱们机器的一个投币。我们首先把这上面的费用给用卡给刷回去。谢谢使用。看到已经没有，我们演示一下它的一个投币功能。就是这种普通市面上的硬币，投一个是1元，投两个是2元，这就是它一个投币功能。现在我们就不进行这个热水和冷水泡沫的演示，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它多了一个投币的功能。啊，这个就是咱们闯王啊今年新研制的这个热水冷水一体自助机。谢谢大家的观看。